走快点啊，饿死我了。这东西好吃吗？没什么人。哎，哎，坐。舍得来了。你堵车吗？我来介绍，阿宝。你老婆吗？凯丽。你女朋友吗？我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给我坐下。那。我赶着上学，别浪费大家时间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跟怀仁猪猪分手的，我很喜欢他。凯莉猪猪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们两个不配啊。你这么年轻，还是发育时期，应该用心读书，有空多参加一些课外活动，拍拖的事以后再说。当初你哄我上床的时候说什么做爱要趁早，功夫才会好，现在到手了玩腻了就想甩我，你不要我我就死给你看。啊！哎，你话好好说，你把刀放下。你都不要我了，我活着也没意思。我先杀了自己，然后再杀你，大家一起做对鬼。不要！来呀，不妨加上我一起到下面过三人世界啊！阿宝，你不要再刺激他了，我已经好害怕了。关你屁事！人家死你也死。你要死就快点吧，半年后我下来陪你了。阿宝，你说什么？昨天去医院拿报告，我乳癌三期，医生叫我能吃就多吃，叫不用吃太多。半年后有的我睡。这么严重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不要紧，我带你去看其他医生，不管花多少钱我一定要把你治好。我们走。坐下。算了，生死有命，难得这位女同学肯在下面照顾你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碰巧我就是关注乳癌协会的学生大使，我帮你检查一下。你想干嘛？你放手！你哇，搞什么？病成这样，敲两下还行。喂，你敲够了没有啊？要不然你捏两下。原来是真的，好可怜哦。其实我已经想开了。这半年，我只是想跟怀仁静静的走完他。小妹妹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当送给我这半年吧。以后我做了鬼，一定会保佑你快高长大的。他还不够大。不是啊，我真的很喜欢怀仁猪猪哦。我想到了。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既然你们俩都喜欢我，与其阴阳相隔，干脆一起殉情，死了算了。真的要死？可是我不想死。喂，我没有问题，你有问题吗？实不相瞒，我随身带着一包旅行装砒霜，打算哪天不开心就吞了它。来。哇，现在这么方便啊。赌一把。赌什么？划拳、骰子、大小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先喝为敬。喂，啊，阿宝，轮到你，记得留点给我。来，喝吧，不痛的。你们神经病啊！大把帅哥追我，没空陪你们疯。有事告辞。凯莉，我真的很爱你啊！哎，我渴，给我喝点。这次真是难搞，太感谢你了。困了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干嘛急着走？这么多东西，吃完了再走吗，老婆？打住，我已经跟你离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拜托你不要每个星期都叫我出来帮你甩妞。我明明跟他们说了我有老婆，还要贴上来。这次你不出马我真脱不了身。夫妻一场你还跟我计较？你不跟我计较，那你就别跟我说我不出来要加我一倍房租。我跟你开个玩笑，我有那么小气吗？到点开会了，这么多东西没吃完打包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到底带了什么雄伟啊？居然硬的能敲响。你不会是真有乳癌吧？去你的乌鸦嘴！不做点准备功夫啊，我怎么样帮你擦屁股？我说嘛，你哪有那么大？原来塞东西了。哇！喂，那就再约你吃饭了。只吃饭，别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。其实，如果你觉得天气热、胸闷闷、干巴巴的话，你可以随时找我啊。正所谓砸锅不砸盖，有空来场友谊赛啊。哇，友谊赛，友谊赛，别住手啊，说了多少次公众场所你不要掐我，痛的。有多痛啊？不能够说的痛。行了，只吃不做吗？我走那边。我走那边。掐轻了，已经病。